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看我今天的穿着是不是很开心呢？大家看到我是不是很愉快呢？今天呢，我在阳明山莲花雨。今天呢，是我们阳明山莲花雨第98次的烟供法会。今天呢，我们修的主尊是咕噜龟佛母，也叫作明佛母，那也是桃花佛母。那今天呢，第98次的修法。那每一年呢，在这个春天的时候，就是财气萌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举办这样的一场咕噜咕噜佛母的法会。那明年呢，也一样是这个时间，就是农历的三月份的三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啊。在这个时候，因为呢，第一个春天嘛，春气盎然，桃花开，贵人来，所以大家呢可以留言给我，桃花开，贵人来，来吸取今天呢我们在阳明山莲花雨所修的咕噜咕噜佛母、桃花佛母的所有功德利益哈。那修桃花佛母呢，第一个会很有人缘，人见人爱哈。就算不化妆也一样很可爱哈。那第二个呢，修桃花佛母呢会减少很多的违缘障碍，小人会远离。啊，第三个呢会有很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贵人会出现在你的身边。那当然呢，第四个对你的婚姻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夫妻之间沟通不好的，或者是感情不好的，或者是在经营家庭的时候有很多的婆媳问题、妯娌的问题，种种的违缘障碍呢，修咕噜咕噜佛母呢也可以化解哈。那第六个就是还没有见到你爱的人，或者还没有人爱你、呵护你的，参加桃花佛母的法会呢，也可能得到真爱。那过去呢，我们办这个桃花佛母法会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哈。那每一年很多人来参加了之后都甚至有已经女生40几岁了，都还找到很好的姻缘，并且还生了小宝宝。所以桃花佛母的威力是无穷的哈。一方面我们修桃花佛母也会增加智慧，因为它会让我们断除我们心里的贪嗔痴慢疑。那今天呢，看到很多朋友而且今天好几百人，而且我听说有一位新加坡来的朋友，他是凌晨搭飞机来，然后今天修完法又要回去。哎，我们那个现场那个新加坡来的谭小姐，你的包包可以放在位置上，你的包包可以放下来。他背的是我们的平安包，吉祥平安包。来来来，谭小姐，非常欢迎你。来讲广东话哦，没关系，华语可以讲华语哈。你从新加坡哪里来？新加坡啊就是今天早上刚到的。今天早上，然后你听说你法会完就要离开，你不待一个晚上吗？没有那个时间了，就是为了参加这个法会我就过来了。哇，为了参加这个法会，专程从新加坡，所以你搭凌晨的飞机。然后参加完法会，他又要搭飞机回去了哈。所以谢谢你。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。现在来到阳明山莲花雨，感觉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有走一圈的，很好。几点到这里来？9点吧，9点就到了。对。然后你怎么样？有稍微参观一下？刚才有稍微参观一下，就觉得很好，就是很好，说不出，就很好就对了。供灯，然后对，然后今天在现场有很多人供了玫瑰花，来这里就一定要供花哈，就怕你抢不到哈。桃花法会就是一定要供花，让你貌美如花。好，谢谢你，好，你坐到座位上坐哈。然后你看呢，现在这些现场都是很多人供的这个。玫瑰花哈，每个人上面都有写上名字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这一次桃花法会的大的功德主。你看上面就是咕噜咕噜佛母，这个是五台山的土做出来的，好，所以呢非常有加持力。这个是给我们护持我们这一次法会的所有这个参加108包烧化的这个功德主
的结缘品。那因为是桃花法会，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桃花方面的大放送，所以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留意，也可以到门市去看，同时也欢迎大家联络你的客服人员。那我知道呢在阳明山呢这个是我平常呢就靠这个水嫩水嫩，有没有，这个是弹有弹力蛋白胶原蛋白，那就是平常呢宇阳老师会用这个来因为很好吃当零食，然后吃的皮肤会比较 Q 弹。那另外补充体力的时候我就会喝这个树鸡精，这是树鸡精哦，但是呢它非常的补气，好，非常的补气，所以一周呢我都至少会喝三包来保养我的身体，然后让我每次讲话的时候呢都元气满满。那所以呢今天在现场的我们就有买一送一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网站可以吗？可以。网站也买一送一哈，所以因为其实是桃花除了桃花该也要气色好，要修嫩。对，其实我们呢身心灵，我们在身心灵需要这个诸佛菩萨的庇佑，但是我们在身体养生方面呢我们也尽量摄取有能量的好东西。那今天因为是桃花法会，所以我们在现场很多朋友都可以得到这个买一送一的这个好处哈。哇，怎么这么多？哎，桃花灯呢？这是过年才有的呢，这一次也有桃花灯啊。这个就是那个桃花的除障香，这个不可能买一送一啦。这个没有了，这个因为这是居家桃花人缘香，因为这个成本很高，这里面呢都是桃花的甘露丸做出来的哈，所以非常的殊胜。那今天有很多 APP 来的客人是吧？多多包涵，因为我们没有配套措施，所以来的时候会觉得好，那非常欢迎大家。然后对，今天呢一整天如果你在现场，当然你就很容易可以念这个桃花佛母心咒，可是如果你在远的地方没有办法来现场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一整天来念咕噜咕咧佛母心咒。那咕噜咕咧佛母心咒非常简单，对，老师可以边念边一把，对，好，那大家呢可以一起来领受桃花佛母的威力哈，然后同时呢也可以来学习桃花佛母的心咒。那桃花佛母的心咒非常的简单，只要你知道桃花佛母怎么念你就会了。桃花佛母就是咕噜咕咧咕噜咕咧咕噜咕咧。好，那我们知道所有的咒语都要有一个顶礼皈依的意思，就是 Om咕噜咕咧四梭哈。这个四呢就是西方莲花部的共同种子字，阿弥陀佛啦，还有这个阿弥陀佛，还有谁呀？还有观世音菩萨，还有这个咕噜咕咧佛母的种子字都是四哈。所以我们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呢，其实是真正大圆满的传承是 Om Mani Padme Hum 四。Om Mani Padme Hum 是，那阿弥陀佛呢是 Amadeva 是 ，Om Amadeva 是，那咕噜咕咧佛母呢就是 Om 咕噜咕咧是梭哈 ，Om 咕噜咕咧是梭哈，这个是呢代表整个莲花部的传承哈，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是。那梭哈呢就是请圆满的加持我。请满足我的心愿哈，那咕噜咕咧佛母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心愿，可以让我们耳聪目明啊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有人缘哈，这等等都是桃花佛母的功德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念啊。现在有好多人在供花哈，我们可以来转过来，可以供花，供花貌美如花，而且呢心情如花，然后每天有钱花。好，那我们呢来参加咕噜咕咧佛母的法会呢很重要，就是要供花。那供花呢可以让我们貌美如花，可以让我们心情如花，可以让我们有钱花，开心花，随便花。好，那我们呢要念咕噜咕咧四梭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然后呢在 YouTube 也有这一首歌哈，也是我唱的，我弟弟做的曲大家可以多支持。我们大家一起念 Om 咕噜咕咧四梭哈好不好？ Om 咕噜咕咧四梭哈，
Om Guru Gurye Su So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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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我们法会即将开始，我们现在要修法了，暂时跟大家说再见。那请大家一定因今天一整天尽量来念 Om Guru Gurye Su Soha 拜拜，大家说再见。